险了。我身后的这处大堤是发生了管涌险情，在紧急封堵失败之后呢，大堤发生了决堤。现在是晚间大概11时15分左右，我得到的最新数据，我身后的缺口宽度已经超过了150米。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水流正在往缺口的方向流淌。那么在险情发生之后呢，据当地的防汛部门介绍，附近6村一社区的约5000名群众已经基本得到了妥善的转移。调度各类救援人员已经达到了2100多人。舟艇溢出通道啊，这里呢是我们的直播车能够抵达的，距离这个决口险情最近。那么这个决堤口什么时候能够封堵上呢？今天凌晨啊，根据当地水利部门的介绍，由于这个决堤口的水流非常的湍急，冲刷力大，如果此时呢墙的这个水位差稍微小一些或者是持平的时候呢，再开始堵口。那么对华容出现的决堤险情，国家防灾救灾减灾委员会的区域。你抓谁？来，伸手。看狮子，反过来下杆。先把我们到底背着裤子哪里去？你个你个的，就是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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